真是稀罕，我已许久未曾见到过这把剑了。前辈是一介武夫，不足挂齿。你所持之剑绝非凡品，可知其名？晚辈并不知此剑为何物，只是一人一剑，已在这境中困顿多时，前辈可知有何破境之法？破境之法正是你手中这把曲中剑，只可惜它如今锈迹斑斑，仅是一块废铁，若想令此剑重现锋芒，该当如何？难得有人寻得此处，我也闲了许久，你若愿陪我切磋一场，我便告知一二。还请前辈不吝赐教。屏气凝神，在这曲境之中，一切都需要跟随乐曲的律动，配合节奏抵挡我的攻击。身手尚可，你我方才的切磋便是此剑的打磨之法，不过如此切磋仅能磨去些许锈迹，远不足以令其重现锋芒，开刃破境。可眼下既无工匠也无底石，又该如何打磨？既为曲中剑，须得曲中寻。你不妨在这境中走走，如遇前辈，或可请教一二。平生少年时，轻薄好弦歌。这方曲境之中，有位抚琴的醉客，名为阮籍。我用一壶酒，换来了这曲子的故事。那是阮籍大醉的第六十日，当权者司马昭派来招安的使者，终于知难而退。半醉半醒间，又一次，
他听闻一位名士与司马昭政见不合而被害。雨下了一天一夜，故人墓前又挪了一壶酒。他并非爱酒，只是喜醉，醉了才能借着酒气回忆与友人一道避于竹林，畅谈天地。他将醉意拨入琴弦，那音律便也开始踉跄起来。酒醉阳狂，再不问庙堂动荡。竹林幽静，隐于此境，便可忘却往日朝堂诡谲，大醉余生。好一个大醉余生！你和我倒是有几分相似，今日携酒前来，可是想一醉解千愁？晚辈今日是想请教前辈如何打磨此剑。掌握节奏之变，方可打磨曲中之剑，酒意正盛，不如与我把酒论剑，领悟一二，还请前辈指教。此境，抚琴必逝，或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。Maybach Music。